哎呀，我饿了。你还没写完啊？50个字的作文，没想好，可不能乱写，可不能乱写。你们老师不会仔细看，你们就老去吃师不饭。会仔细看，乱写一下就去吃饭吧。乱写一下就去吃饭。你乱说，你乱说，我的老师非常仔细，我的老师非常仔细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跟我读，乱加动词。我饿了，你还没写完。我饿了，你还没写完。我饿了，你还没写完。50个字的作文，50个字的作文，50个字的作文。没想好，可不能乱写。没想好，可不能乱写。没想好，可不能乱写。你们老师不会仔细看，你们老师不会仔细看，你们老师不会仔细看。乱写一下就去吃饭吧，乱写一下就去吃饭吧，乱写一下就去吃饭吧。你乱说，我的老师非常仔细，你乱说，我的老师非常仔细。你乱说，我的老师非常仔细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乱写，乱写。乱说，乱说，乱吃，乱吃，还有什么乱呢？